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期的惊人决定——任命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和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共同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门 DOGE。这一举动不仅扩大了马斯克在政坛的影响力，还将掀起一场针对政府官僚体系的全新挑战。 特朗普的计划意在削减浪费开支、简化繁琐的法规，并重组联邦机构。这一切都在他所谓的曼哈顿计划式的改革背景下展开，期望能在2026年独立日之前完成。马斯克的参与让人们充满期待，但也引发了对其实际影响力及利益冲突的质疑。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个新任务将引发震撼波，对于政府浪费的行为将不再手软。 他甚至将会设立排行榜，揭露最荒谬的浪费支出，带来不仅是悲剧，还是娱乐。这一切都让我们不禁想问，这位科技领袖能否在政府的复杂体系中真正推动变革？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场政治与科技交汇的精彩篇章。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二早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一场引人注目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一项令众人瞩目的任命：科技界的风云人物埃隆·马斯克将与生物科技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共同担任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门的领导人。这个部门的缩写是 DOGE，这让许多人联想到马斯克所热衷的加密货币狗狗币。这一消息迅速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 南华早报报道称，这一举动不仅是对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的奖励，更是特朗普政府计划重塑美国政府运作的一部分。据悉，马斯克将帮助特朗普拆除官僚体系、削减冗余的法规，并重组联邦机构。这些改革的目标是在二零二六年七月四日，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两百五十周年之际，完成这项庞大的任务。埃隆·马斯克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他被福布斯列为全球首富。 名下企业包括特斯拉、SpaceX 和社交媒体平台 X。这次任命与他的商业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Axios 指出，这一新部门的成立让人们看到了技术与政治之间的深度结合。马斯克的角色或许会为他的公司带来新的商机，并在人工智慧、加密货币等领域创造更大的影响力。分析师丹尼尔·艾夫斯表示。 马斯克在特朗普的白宫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对他的公司而言是场历史性的扑克赌注。特朗普的这一任命让人不禁想起他将其比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曼哈顿计划，这是一场旨在削减政府开支、简化官僚机构的行动。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许诺，政府效率部门的所有行动都将在线公开，以实现最高的透明度。他甚至幽默的提议设立一个排行榜。 列出纳税人的钱被如何荒唐的浪费，这个排行榜将既悲剧又富有娱乐性。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则是一位生物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曾参加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退出后支持了特朗普。拉马斯瓦米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一任命意味着他将退出对俄亥俄州参议院职位的考虑。然而，这一切并非没有争议。Critics 担心这样的变革可能会对民主制度造成威胁。 考虑到马斯克同时管理着多家公司，外界对于他和拉马斯瓦米是否能够实现所承诺的改革也充满疑问。特朗普提到，这个部门将会在政府之外提供建议，这意味着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不会拥有实际的执行权力，而只是作为顾问，向白宫和各个执行部门提供削减开支的建议。考量到利益冲突的可能性，特斯拉和 SpaceX 等公司是否会从中受益，也引发了多方关注。 毕竟，马斯克的企业与政府有着巨额的合约关系。CBC 指出，削减数十亿的政府开支听起来容易，但实际操作中却充满挑战。即便如此，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希望这一新部门能够成为推动政府改革的重要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拉马斯瓦米曾建议削减一百万个政府职位，包括所有的 FBI 人员。 这样的提议使人不禁联想，这个新部门是否会对现有的政府结构带来更深层次的震撼波？随着马斯克的加入，华盛顿的政治舞台将迎来新的变化。作为科技界的标志性人物，马斯克能否在政府的复杂体系中发挥其影响力，并真正推动变革，成为了未来数年间备受瞩目的焦点。而这一切，也将成为美国政治与科技交汇的新篇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特朗普选择埃隆·马斯克和维维克拉马斯瓦米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门，简直是个天才之举。首先，马斯克是全球首富，他在商业领域的成功毋庸置疑。 特斯拉和 SpaceX 的创新和成就不仅提高了科技水平，也创造了无数就业机会和经济价值。特朗普让这样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企业家来改革政府的效率，显然是在利用精英的智慧来解决政府的繁文缛节和低效率问题。回顾历史，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就是利用了最聪明的头脑来解决紧迫的挑战。如今，特朗普正是在为美国重塑政府运作铺平道路。 政府外部的建议往往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创新的方法，这对一向以官僚著称的政府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哦，楚天舒，你真是被特朗普的炫目光环蒙蔽了双眼，让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来领导政府效率部门，根本就是一场闹剧。 首先，马斯克的确是个成功的商人，但他的精力已经被特斯拉、SpaceX 和其他项目分散得所剩无几。他有多少精力能投入到政府事务？而且，他在商业圈内的成功，并不一定能直接转化为在公共部门的成功。美国政府不是一家公司，他无法像企业那样灵活运作。 此外，特朗普这种逃避正式程序的做法，即让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在政府框架之外运作，只会导致监督的缺失，增加腐败的风险。历史上，许多独裁者就是通过排除监督来巩固权力的。这种任命只会削弱民主制度，而不是提升政府效率。谢琪琪，你真是太悲观了。马斯克的参与恰好显示出特朗普的高瞻远瞩。 历史上，私营部门和政府合作往往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二战期间的兵工厂生产转向。马斯克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有无可比拟的经验，他可以将这种创新精神带到政府效率的提升中。很多政府项目因为缺乏有效的执行力而拖延或者超支，而像马斯克这样注重效率和成果的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尽管马斯克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投入所有细节，但他能提供战略方向和指导，而这正是政府改革所急需的。他的公开透明承诺也表明了他们将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推动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感。楚天舒，你可真是对马斯克的能力过于乐观了。让我们回到现实，政府和企业有本质的不同。 就像你不会希望一个成功的厨师来指挥交响乐团一样，把企业家放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位置上，并不总是明智的选择。我们不能忘记，政府的运作涉及复杂的法律框架和多层次的治理结构，需要制度化的经验和理解。 马斯克的企业风格常常是大胆且有风险的，这在企业中可能是种优点，但在政府中则可能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和意外后果。此外，特朗普避开参议院批准的决定，实质上削弱了民主的程序正义。一旦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这种做法往往最终以失败告终。 谢琪琪，你的论点忽视了政府当前确实存在的危机——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方法，而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正是能够带来这种改变的人。历史上有无数例子表明，当传统方法失效时，创新者可以带来突破性改变。记得爱迪生吗？当时很多人认为电灯泡是个疯狂的发明，但最后改变了整个世界。 与其质疑马斯克的企业经验和不期待他能够打破政府的陈规带来新气象，对于这种改革方式，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将会是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的最佳保障。而马斯克的透明化承诺，也正是为了确保这一点。楚天舒，你对创新的狂热几乎让我怀疑我们在谈论同一个马斯克。的确，创新是好事，但不加控制的创新可能带来灾难。 爱迪生的例子很好，但那是在商业领域，而不是在政府治理。马斯克的狗狗币炒作，还有他在推特上频繁的争议性发言，显示出他在公共责任感上的缺失。让这样的一个人在政府改革中扮演关键角色，风险不言而喻。 而用一种半透明的运作方式来监督政府效率改革，说实话，这种理想化的设想可能会被复杂的实际操纵所打败。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能提供稳定且合乎法律的传统治理方法，而不是被科技界的大佬们一时的新颖想法所迷惑。这种对政府职能的草率处理，可能会付出比得到更多的代价。我是评委何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在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中，两位无疑展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楚天书坚信特朗普选择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的决策是突破性的，而谢奇奇则对此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认为这样的任命将对美国政府带来潜在的危险。这场辩论的焦点不仅在于个人能力的比较。 还涉及到政府与企业运作模式的根本性差异，弥漫住对未来治理模式的深刻思考。楚天舒的观点强调了马斯克在商业上的成就，并试图将这些成就与政府效率的提升相连结。他提到的曼哈顿计划历史案例虽然具有说服力，但也隐含了对历史的过度简化。事实上， 政府运作的复杂性和商业运营的灵活性不能简单类比，官僚体系的运作规则、法律框架和社会责任都是企业家在商业环境中所不必考量的。因此，楚天舒的论点虽然激情四溢，但缺乏对现实运作的深入理解。谢奇奇的反驳则更为实事求是，他对特朗普的任命表达了合理的担忧。 指出马斯克的多重角色可能会导致精力分散，无法全心投入政府事务。此外，谢奇奇提到的逃避正式程序的做法，揭示了权力集中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这是对民主制度的挑战。他的观点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经营理念，都必须与法律框架和制度保障相结合，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和风险。 在辩论的过程中，楚天舒不断强调创新和变革的重要性，认为在面对官僚主义的挑战时，马斯克的敏捷思维将带来急需的变革。然而，谢奇奇则质疑这重创新是否需要建立在不成熟的基础之上。他提醒我们，过度的乐观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治理危机，特别是在缺乏有效监督和透明度的情况下。总体来说， 这场辩论充分展现了两种观点之间的激烈碰撞。楚天舒的主张虽然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其对实际治理的考量不足，未能充分说明如何在不损害民主程序的前提下进行变革。而谢奇奇的回应则提供了一种更为稳健的治理思路，强调了制度化和法律框架在政府运作中的重要性。 这场辩论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评估，更是对未来政府运作模式的深思，值得我们在未来的讨论中继续探寻。六度解析，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全世界顶尖的媒体，全世界顶尖的智库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独一无二。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